好，我们先回到上节课内容啊。上节课讲什么来着？上节课还讲的是这个电流大战的事儿，是吧？哎，什么叫电流大战呀？交流电和直流电到底谁是标准？哎，这个争斗。说到电流大战，你都能想到谁呢？哎，暂停一下，暂停回来，咱说说想到了谁？最先想到的爱迪生、特斯拉，是吧？还有谁呢？啊，工业巨头 Westinghouse，还有一系列的资本后。还有什么台前幕后呢？台前的是有实业家，幕后呢有资本家，最前锋的是发明家。其实这些人之间就相互之间怎么转化，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哎，这挺有意思。为什么标准这么重要呢？因为在特别原始的时代，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你说做把宝剑，那有什么标准？什么是真正宝剑的标准？看起来像个剑就可以了，对吧？哎，你作为斧子，那能好使就得呗，好使就得。但是为什么电就得有标准呢？因为你有发电的一方，也有负载的一方。发电就是电厂嘛，就比如水力发电呀，或者火蒸汽发电呀什么的。负载呢，就是你带着电机。那么这两边你到底是怎么样关联起来的？这个中间的部分其实就分了一层，这块就有相互之间的标准了。那这个标准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如果制定了这个标准，其实后边的你发电厂也好，你这个做电器的也好，都得按照这标准走。你比如说，你做生产一电器，咱国家是220伏50赫兹现在，那么你说你非做一个120伏60赫兹的，那你想在咱国家用，那你变压器又不能通用，那最后好使吗？不好使，不好使怎么办？那没辙了。哎，没辙了，所以这个标准非常重要，这是刚开始的标准之争，后边还有什么样的标准呢？你比如说无线电的标准，发送端和接收端之间到底是怎么通信的？这个标准是调频的还是调幅的？中间又是怎么争的？是吧？数字电路什么叫零？什么叫一？多少伏是零？多少伏叫一？这是不是又是一标准呢？对不对？计算机这个体系结构是不是也有标准？包括后来的操作系统是不是也有标准？所谓的标准就是大家都用呗，大家都用就是标准。那么这次我们讲什么呢？感抗。什么叫感抗？叫电感的抗性。什么叫电感呢？什么叫电感呢？哎，电感 inductive 就是电感的 reactance 呢就是抗性。什么叫抗性？它为什么会有抗性？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电感，这就是电感，对吧？说白了就是绕的线圈儿，哎，绕的线圈儿，coil 呢，这个绕了之后就可以在这儿集中磁场，是吧？你如果一根直线的话，是这个它就是周围有一个磁场，但如果你绕起来之后，这个磁场是不是加强了？尤其你在里面加一个铁芯，它是不是就有这个磁场了？有了磁场就是有磁场能，这磁场能啊，它要维持这个磁场本身，保持这个磁场。那么怎么样才能保持这个磁场呢？就要保持一个电流。那怎么样保持一个电流呢？那它自身就有保持电流的方法，就是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对吧？哎，说是反向电动势。那么它产生反向电动势有多强呢？就是这个能力的大小，就保持了自身电流惯性的大小，这么一个物理量叫电感。如果说电流变化率是一安，那么的情况下啊，如果产生一伏的感应电动势，那么它的电感呢就是一亨。如果电感大，可能一伏一安的变化，它产生10伏的感应电动势，它真的保持住了。那产生0.1毫伏呢，那就保持不住了呗，保持不住。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啊，这个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电流啊。那么当它这个闭合，就是说给它给这个电感，它闭电的瞬间，它是怎么样？它电流不能突变，得一步到这个程度，对吧？哎，就是一步完成的。反过头来，有了电流了，电感呢又不能说立刻就消失，电感中的电流又不能立刻的消失，那么就是一步的消失。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啊，这块一电池，这块电池上面接一个电感，连一灯泡啊，这是连上的啊，这儿呢又接一个电阻，连一灯泡，闭合瞬间，你说谁亮谁不亮？谁亮谁不亮呢？
我们具体一点，比如说上面这个是一亨，五欧姆，这五欧姆，这五欧姆，那么这个呢，好比说是也是五欧姆吧，虽然他们电阻都一样，但是他们能同时亮吗？哎，那么其实就不太清楚了。哎，其实这块是不是它上电，它上电的瞬间就怎么样？它就得阻碍它，你别那么快增长起来，你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哎，它是不是这个电流就逐渐的慢慢的往上走？这个它的功率怎么算呢 ？I 方 R 对吧？它电流慢慢的走，那么它的这个功率肯定就更慢慢的走了，所以它就慢一些。如果说我换一个更大的十亨的，那它是不是就更慢啊？你说是吗？我们看看吧。哎，在这里边有这么一个实验，以前我们做过应该。首先呢，上电之后呢，是没电的情况下，然后呢让它跑起来。你看上电瞬间不是立刻就亮的，对不对？它是立刻，它也不是立刻就暗的，上电慢慢才亮，对吧？你说那也不是很明显啊，那么我改成十亨，看看，哎，先断电啊，上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没烧吧？十三十四，哎，十四秒终于亮了，是吧？终于亮，其实是这么一过程。那么如果改成0.1亨呢？0.1亨呢？确定下来。再跑，你看，实时的变化，对吧？实时的变化，是不是实时的变化？变化的很快。哎，那么假如说我们还就是0.1亨变化的很快，为什么呀？它产生的反应电动是不够强。我们就看这标准情况啊，一亨的这个情况，一亨情况什么样呢？首先我们还是上电，对吧？上电了之后，它还没有导通，对吧？我得接着这12伏电源。哎，摁一空格上来，再摁一空格，哎，这基本就平衡了，对吧？再摁一空格下去，你看这个电压跟电流的变化，哎，且到不了零呢，哎，就是说它慢慢那灯才灭了，这一哼也不老响呢，是吧？一哼不老响，暂停吧，我们看这过程啊，看这过程。首先是上电瞬间怎么样？蹭一下，这红颜色是谁？红颜色是它两端的电压，对吧？这个白颜色是谁呢？白颜色是它两端电压，它的电阻一定，所以它两端电压就是谁啊？它两端电压就是它的电流，对不对？它的电流是慢慢上去的，但是它两端电压怎么样？蹭一下就上去了，就它俩。这个红颜色是它两端电压，白颜色可以理解为，因为它电阻一定嘛，可以理解为它内部的电流，它两端电压可以突变，它的电流呢不能突变。什么叫不能突变？我们可以再放大点，它用了多长时间呢？它整个充电其实这儿也没充完，是吧？用多长时间？用了差不多3毫秒吧，差不多吧。哎，这个一和二中间是200毫秒，就是它有这么个延迟。当然，我们如果那个的话就更长，是吧？十亨、100亨呢？那你且等着呢。在它掉电的瞬间怎么样呢？它这个电感里面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因为这电流没有啊，它就变成了一个电池，它变成一个电池，它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反向电动势保证这个电流缓慢的变化。变了多长时间呢？哎，变了这么长时间，一和二中间它变了多少？300毫秒。那么这个电感对于这个电流有没有阻碍作用呢？有没有阻碍？显然是有阻碍作用的，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开了之后，它这个电流也是零，电压也是零，对吧？我当它接通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电流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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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增上去的，对不对？当它增上去了之后，其实就比较稳定了。至少在最开始的这一下，它是有阻碍作用的。
哎，就是这个阻碍，本来是由这个电势差，对吧？电势差电子应该立刻过去，但是它阻碍住了。那这个阻碍作用叫什么呢？哎，原来我们叫电阻，但这又不是纯粹的电阻，它是变化的电阻，是吧？一开始什么样，后来又什么样？它一开这个电阻后，你说到后来它还阻不阻了？到后来它显然就不阻了，对不对？你看它没有电流的变化就不阻了。那现在所有的阻碍都在这儿，是吧？但是当你这样揭开的时候，它又是有变化，是吧？又是有变化，所以，哎，你看它这个属于什么？这个属于这个磁场没有放完电之后，就直接把它这个电感给加上去了，是吧？那么这个是直流电，是吧？直流电至少在通电那瞬间它是有阻碍作用，对不对？至少它在通电的瞬间就比如说它下来吧，先让它下来，哎，放电。这对放电放好了之后，至少在这个瞬间它是有阻碍作用的，对吧？不是一下就到达这个电流程度的。那么如果是交流呢？如果是交流的话是什么样？这是一个交流电源，这是一电阻，这是一电感。那么画的虽然有点粗糙，但你想象一下，交流电源什么意思？交流电源就是说它时时刻刻这个电压都在变化。那么它时时刻刻，它电流就想变化，那它因为它电流有想变化，它就时时刻刻对于这个电流就有阻碍作用，那么这就是电感的这种阻碍作用，时时刻刻都有的。那么到底是多少呢？那我们得看一下，我们得看一下。那我们搭了一个电路，什么电路呢？就这样一个电路，它这个是一个交流电源，串了一个电阻，又串了一个电感，然后呢，它又回来。回来之后呢，接通电源，看这儿，这儿它根本就没有。蓝颜色是电感两端的电压，红颜色是电感中的电流，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嘛。当我空格接通电源的瞬间，哎，空格不好使，这个接通电源瞬间，那么它开始第一下，第一下它是蹭一下是吧？蹭一下，看它那蹭一下是什么样啊？怎么就蹭一下呢？哎，怎么就蹭一下？谁突变了？想都不用想，它两端电压可以突变，那电流呢？不能突变。电压突变了之后，电流一步一步起来，到后来呢，基本上是有规律的。那你说它电阻是多少呢？它这个不叫电阻了，它也叫电阻碍作用，但是它那叫抗性 （reactance）。reactance 呢，就是电抗。那么什么的 reactance 呢？是 inductive。电感的电抗也叫感抗，那感抗到底是多少呢？这说不出来了，因为你这是交流的，所以它这个电压呀、电流啊都是变化的，而且它还错着位呢，它又不对应，那怎么办呢？那我能不能把它先想象成一个直流的呢？那能想象啊，假装它是一直流。那么我把这个电路呢已经简化完毕了，只有一个电源交流的10伏100赫兹的电源，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负载，是一个感性负载。好比说一电流电交流电带动一个交流的电机这样一个情况，它呢是伏特表交流的，它呢是安培表交流的。好比说它就是一个什么？好比说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电是是是一个。就是一个电源加一个电阻呗，看看它到底是多少。它两端电压全都吃了，对吧？是多少？是10伏。它两端的电流呢，就是15.15毫安。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电感它其实虽然有，就是说它这个线圈有100缪欧的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电阻，但是它对于交流电的阻抗相当于多少呢？感抗相当于多少呢？就相当于十伏除以15.915。如果说是十伏除以10毫安的话，应该是1000欧，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感抗，对吧？一个感抗。那么如果说我们能看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它的这个一哼。变成10恒，那么这个时候我再开动开关，它应该比这个大还是小？
阻碍能力强了，对不对？它阻碍能力强了，电流就应该更小一些吧？你瞧是不是更小一些？原来是15，现在是1.5。如果说是0.1呢？那么会不会就变成1159啊？还真的变成了159。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作为一个电阻的话，它的这个阻值，我们说它叫阻值，就是电流除以的电压除以电流嘛。这个值它其实是随着电感的增大而增大的。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也就是说，随着这个电感的增大，看它电流怎么变啊？电感的增大，比如说现在的电感是0.1，它的电流就是159毫安，虽然变来变去，基本上是159不会变，对吧？那么如果说电感增大十倍，电感增大十倍，再看电流怎么样？电流变成原来1/10，电感增大。电流减小，而且呢，它是电，就是说，它这个电流是随着电感分之一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不对？而且又有什么呢？而且又有这个电阻，如果说电阻等于电流除以电压除以电流的话。那么电阻和电流其实是成反比的，而电流又和电感成反比，所以它最终这个阻抗，或者叫做感抗，应该和什么成正比呢？应该和电感成正比，是不是这样的结论？哎，电感越大，它的阻碍作用越强，也就是说，它这个反应能力越强，它能够提供的反应电动势就越强。它提供反向电动势越强，它就抵抗这个电流变化的能力强，对吧？这很好理解。所以电感越大，阻碍能力越强，阻抗越大，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跟电压有没有关系？如果说这儿变成多少，变成10伏的话，变成100伏的话，有没有影响？这儿变成100伏，这儿变成159，那么1000伏呢？注意啊。1000伏现在关上，对吧？这儿变成1000，看这儿怎么变？啊，这是直接烧断了，是吧？直接烧断了，这儿没看明白。那这别动，是吧？这别动，一伏和10伏看一下就得了，应该是可以看出来的吧？实在不行，你可以调它功率，是吧？你调它功率，最大的这个 PK 就是峰值的电流都可以调它的，是吧？通值电流一伏的话1.529，对吧？10伏的话呢，15.915，也就是说电流的这个，我估计是电线有一些阻值，但是基本是成正比的关系，不会影响，就它的变化，它的峰值的变化不会影响到它的感抗，对吧？它不会影响到它的感抗。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它除了这个峰值之外呢，还有它除了这电压之外，它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叫赫兹，对吧？赫兹。如果是1000赫兹的话，我们先调回到100赫兹啊，调到100赫兹，先看这个基础值是多少，10伏，15.9，调到多少呢？调到十赫兹，10赫兹，变小了，变小了之后电流也变小了，电流基本看不出来了，对吧？再调回来。这个基本它看不出来了，就不行了，它零就等于没法计算了。十伏，那么这是100赫兹，15.915。那么如果说它变成，先把它关上啊，先得关上它，再关上它。如果说是1000赫兹呢，它现在1000赫兹了，我这个十伏没变，对吧？再看它电流是变大还是变小？电流变小了，对吧？电流变小了。如果说它是10000赫兹呢，1万赫兹呢？
就是又增大10倍。再看电流，是不是更小了？每次都变小，每次都变小。也就是说，它这个频率和它这个电流什么关系？频率越大，电流越小，对不对？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电流呢，它其实是和频率成反比的关系，对不对？频率和成反比的关系。但是呢，它这个组这个叫容抗，它应该是和电流成反比，所以它就和频率成正比，是这样一个关系吧？是这样一个关系吧？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么一个基础的这么一个关系哈，这么一个关系，这是什么呢？这是乘除法，或者说欧姆定律。我们盖住一个求另一个，怎么求？说我现在不知道谁，不知道 u，那么我就盖住 u，盖住 u 之后呢，u 等于什么呢？u 等于 i 乘以 r，它们是并列的吗？乘以 r，欧姆定律吗？电压等于电流和电阻之乘，对吧？如果不知道 i，把 i 盖住，哎，你把手搁这儿，把 i 盖住了，还剩什么？u 比 r，i 等于 u 比 r，对吧？你把这个 r 盖住呢？r 等于什么？r 等于 u 比 i，也就是说 r 等于 u 比 i，r 的位置呢，其实就是电压和电流之比。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交流电等效成一个直流电的话，那么它那个阻碍作用到底是多少呢？其实就是变成 zl，zl 呢等于 u 比 i，那个 u 已经算出来了，u 是多少？U 是十伏，比如说它这个是十伏，I 是多少呢？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啊？I 是这个有点太那什么了，这个我不算这么猛的，我算一个100赫兹的，就是差不多中间这个位置啊，中间这个位置，十伏除以15.915，那么是多少呢？我们用计算器算一下吧。那么我们开始计算，但是计算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明确，就是最开始计算感抗的人其实是没有计算机这种东西的，没有仿真，甚至连计算器都没有。哎，他们是拿纸一步一步算出来的，我们应该对他们感恩啊！我们对他们当时艰苦卓绝的这种能力，这是应该是非常钦佩的。那么是多少呢？十除以谁呢？除以0.01519151，其实我也可以用笔来算，或者用那什么来算，但是我这样就快一点，是628。注意啊，它是628，也就是说它的容抗是628欧姆，对不对？628欧姆。那么，ZL 等于什么呢？等于628欧姆。它和什么成正比呢？它和 H 成正比，它不是，它和 L 成正比。和 L 成正比，L 是多少？是1亨。它和 F 成正比，F 是多少？是100欧，不是100赫兹，100赫兹。那么它这个其实是多少呢？其实 ZL，假如说它是，阿尔法贝的 L 乘以 F 的话，那么这阿尔法是多少？那么就是说，628应该等于多少呢？等于那个倍数，阿尔法倍，再乘以100，再乘以1，这是那个赫兹数，这个是那电感数。那阿尔法等于多少呢？阿尔法等于6.28，6.28等于多少呢？恰好是3.14的2倍，也就是2派。总结起来，这个公式就是说，ZL 等于什么？等于2派 FL。公式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成正比，什么成反比，然后呢，就是得到这么一个结论，是吧？得到这么一个结论，那么呢，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说这个电感 L 的阻碍作用，XL 感的抗或者 ZL 感的抗等于多少呢？等于2派 FL，2派是个常数，F 是频率，频率越快，它越容易阻碍住这个电流。如果它频率变得很慢，其实电感是不怕的。电感是个慢性子嘛，哎，它慢慢来，它不怕，它不怎么阻碍。因为你本身变得很慢，我这个单位时间内的
磁通量的变化也就很小，所以它就慢慢来，不怕。但如果你啪啪啪啪啪啪，哎，非常快的变化，那么它是不是就都被阻碍住了？阻碍住了。那么为什么和这个电感本身成正比呢？也就是说，如果你电感越大，你这个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就越大，反生电动势越大，它阻碍作用就越强，对吧？所以呢，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二派 FL。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到这个，除了我们刚才是把它当成直流，当成直流来看，这是一电池，这怎么连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把它还原成交流，时幅100赫兹的，这是一欧姆，很小的一个，就相当于导线的这么一个电阻，这是多少呢？这是一亨的，一亨。把它加了之后，加电之后呢，它其实能够看出它的这么一个变化，对吧？它除了这个，当然这个 scale 不一样哈，谁是电流？蓝颜色是电压，红颜色是电流。暂停一下，我们再往前走走，再暂停啊。到这儿来看，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它的峰值，红颜色是它的峰值，这个呢是蓝颜色的峰值。那么红颜色和蓝颜色的峰值之间谁快谁慢呢？那肯定是电压快，电流慢，对吧？它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要保持这个磁场，磁场由电流决定，对吧？它所以电压快，电流慢。但是如果说把这个，哎，我把它变成1000欧的，1000欧的，那整个它就是会如何呢？哎，你看它的这个。这个不要动它，五伏不要动它，它两端的电压就分压就更多了，对吧？它两端电压分压就更多了，那么它两端分压更多了之后呢，它其实还是呈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它这个还如果说这个峰值和这个峰值之间呢，它其实就不是差90度了，对吧？刚才是差90度，现在呢是不是还差90度？基本还是差90度是吧？基本还是差90度。那么如果说把它变成1兆欧呢？如果我使用1兆欧的话呢，我重新接了一下这个示波器。那么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把它们两个当成负载，两个负载，但其实把它当成统一的负载的话，这样一带起来之后。这个电压是有的，因为这个没有闭合，对吧？当闭合之后，你看电压跟电流基本是同步的，对吧？也就是说，当1兆欧的这个电阻和一毫亨的电感串联的时候，那么电阻的能量就很强，就主要起作用的是电阻，对吧？如果是一欧姆呢，一欧姆的电阻和1K亨的电感。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闭合了是吧？闭合了之后呢，其实这个电流是它两端电压是很小，就是说它分压很小。那么我要改变它的，是不是差不多又跑到二分之派左右？就是说它仍然刚才那个电阻起主要作用的时候是正好是电压和电流同步。那么现在电感起主要作用的时候是电压超前电流二分之派，是这样吧？那中间呢？你说中间有没有说半大半不小的这个情况？那其实也有，它是个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看一下。那么最终的总的电阻由什么来决定呢？由电阻的阻值以及电感的感抗来决定。电阻的阻值，我们做一个坐标轴的话，它算10步，10轴的部分。好比说是40欧姆，那么感抗是多少呢？感抗等于二派 FL，算出来之后，好比说是30欧姆，那么总的阻碍作用应该怎么算呢？应该是说，勾三十欧姆，股40欧姆，弦五这是50欧姆，这是五就是总的阻碍作用。你把它们俩当成一体的话，那么总的阻碍作用就是什么？用勾股定理来算。
实轴就是实实在在的阻碍，虚轴呢，就是它不是电压这个提前电流二分之派吗？哎，它其实就往这边走了二分之派，往这边走了二分之派，对吧？走了二分之派。那么实际上它那个电压超前电流具体是多少呢？就是这个部分正的电压超前，这个如果是叫 phi 的话，那么 tanin 的 phi 等于3:4，是这么一关系，是这么一关系啊。那么这可能以后还会用到啊，还会用到阻直和感抗之间用勾三股四弦五或者勾股定理来完成。那么它的正切值应该等于感抗除以阻直啊，除以阻直。那么这次呢，主要内容就讲到这些啊。我们讲的是什么呢？Inductive reactance，电感的抗性，reactance，inductive reactance。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声音源，这个声音源可以接电阻，也可以接电感。那么这个直接接喇叭，这个喇叭频率响应范围应该是很宽的。如果接电阻的时候呢，它其实就都能放得出来。但如果通过接电感呢，可能就有一些东西就放不出来了。哪些东西放不出来？高频的，为什么高频放不出来？它的阻值，因为声音是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频率的嘛。那么高频的那些，因为它频率太高了，所以电感就把它怎么样，就给感抗住了。电感 ZL。等于2πfL，所以就给阻住了，对吧？就给阻住了。那么这个实验是从哪来的呢？这个实验我是从麻省理工的公开课上面有一位叫 Kevin 的老师做的啊，非常牛的一位物理老师啊。当然，这个喇叭肯定是那种比较古老那种喇叭，它应该是这个舌簧喇叭，是电压是就是本身的阻值是很大。才能分到很多的这个电压啊，还有一个实验也是这个凯文老师做的，就是他这块搁了一交流电源，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线圈，这线圈呢，它如果说啊，它这个交流电源变来变去，就会在这个上面产生一个交变的磁场，因为产生的交变磁场就会在这个上面产生一个交变的感应电流，那么这个电流和这个电流之间如果搭配的合适的话，就会怎么样？它就会磁悬浮，尤其是它电阻很小的时候，没有消耗，它就能真的悬浮起来，悬浮起来。那么这个呢，如果说这切一个口，那么它就咔嗒一下就落地了。它为什么落地了呢？因为它这个缺这口就怎么样？这相当于一个电容，或者说相当于阻值很大。它阻值很大，它即使有一点点的感应电流，它就即使有一点点的感应电动势，它形不成这个比较大的感应电流，所以就不可以。咱们这次呢，主要讲的呢就是这些东西，再复习一下重点。重点就是感抗等于二派 FL，重点就是总的阻值应该是它们的勾股定理值，它的这个相位角的正切是。感抗除以阻值，这次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再见。